大家好，我是张红。唐诗是最美好的文字，让我们一起读唐诗。今天我们分享一首情绪最复杂的唐诗，文官军收河南河北。剑外忽传收蓟北，初闻涕泪满衣裳，却看妻子愁何在，漫卷诗书喜欲狂。白日放歌须纵酒，青春作伴好还乡。即从巴峡穿巫峡，便下襄阳向洛阳。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，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早期作品主要表现理想抱负和政治思想，正所谓治君尧舜上，在世风俗淳。他有许多作品反映当时的民生疾苦和政治动乱，忧国忧民成为他创作的主旋律。他的后半生贫困潦倒，但依旧心系苍生，胸怀国事，以一支敏感的诗人之笔，以一颗儒家文人之心，记录着大唐的社会生活，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典财富。因此他的影响不仅仅局限在诗歌史上，他是万世敬仰的诗圣。763年春，叛军史朝义自杀，安史之乱至此结束。杜甫听到这个大快人心的消息，欣喜若狂，脱口而出这首七律，全诗痛快淋漓，但诗人的情绪波动却非常的复杂，完全可以用来作为表演戏的考试题了。剑外忽传收蓟北，初闻涕泪满衣裳。剑外就是剑门关以南，当时杜甫带全家在四川躲避战乱。蓟北泛指唐代幽州、蓟州一带，就是现在的河北北部地区，是安史叛军的根据地。连年的战乱让百姓苦不堪言，全家颠沛流离，衣食无着。这么多年的苦处一下子涌上心头，又被这突如其来的喜悦瞬间给淹没了。却看妻子愁何在，漫卷诗书喜欲狂。当诗人悲喜交集、涕泪满衣的时候，自然想到多年来同受苦难的妻子儿女，想向家人说些什么，但又不知从何说起。其实无需说什么了，多年笼罩全家的愁云不知跑到哪儿去了，亲人们都不再愁容满面。作为一家之主的诗人，心头的压力一下子就释放了，随手卷起诗书和家人沉浸在狂欢之中。这一段像不像将要放假的你、将要毕业的你和同学们呢？白日放歌须纵酒，青春作伴好还乡。我们从杜甫的诗歌中很少看到这样的表达，既要放歌还要纵酒，这种狂态哪里是老杜啊，分明是李白呀！但是这就是战争结束后一个诗人最真实的表现，压抑了多年的杜先生终于可以狂上一回了，写了狂态还不够，还有狂想。春天到了，天下太平，在鸟语花香中和妻子儿女们一路作伴，正好还乡。不得不说，这一顿直抒胸臆太有感染力了呀，让人情不自禁地想加入杜甫家族的旅行团，青春作伴，潇潇洒洒。既从巴峡穿巫峡，便下襄阳向洛阳，
这一联包含了四个地名，关键是动词用得妙极了。从巴峡到巫峡，峡险而窄，舟行如梭，所以用穿。出巫峡到襄阳，顺流即驶，所以用下。从襄阳到洛阳，已换陆路了，所以用向，一气呵成，急速飞驰的画面一个接一个的从我们眼前一闪而过。喜事临门的老杜连文字都是如此的狂放，多希望生活能给他多一些惊喜，少一些愁苦呀。一直不忍心讲这个故事，但趁着今天是杜甫最开心的一首诗，我们还是讲讲吧。杜甫曾在《梦李白》中写道：“千秋万岁名，寂寞身后事。”似乎对自己身后寂寂无名做了预言。果然，770年，杜甫去世后依然名不彰，声不显。43年后，元稹家来了一位陌生人，来人竟是杜甫的孙子杜四业。他兼背着祖父遗骨的搭链，还有祖父的诗稿，从湖南耒阳出发，准备回河南洛阳首阳山安葬祖父。途经湖北荆州，找到了在此做官的元稹，把祖父的诗稿给他看，请他给祖父写一篇墓志铭。元稹和杜甫是老乡，之前看过一些杜甫的诗稿，对这个前辈早就心存敬意。读了诗稿后，元稹心潮起伏，他凝神静气，挥笔写了一篇《唐故宫部员外郎杜君墓戏名》。这篇墓志铭影响巨大，从此杜甫的诗开始广泛传播，名动天下，至宋朝被称为诗圣。剑外忽传收蓟北，初闻涕泪满衣裳。却看妻子愁何在，漫卷诗书喜欲狂。白日放歌须纵酒，青春作伴好还乡。即从巴峡穿巫峡，便下襄阳向洛阳。